左侧，举手的那位男士，温度很高，光照很好，水资源非常丰富，农民的土地很宽广，每个农民有6亩土地以上。按理这个地方不该贫困的，我们这里的农民兄弟一年只种一次水稻，种完水稻，水稻收获以后什么都不种，整个冬天都闲着。我们把这个项目这个成果拿到哪里去转化？2016年我们示范推广了100亩，每亩平均3.1吨，卖价3000块一吨，一亩地农民收入9000块钱。2017年我们推广2000多亩，这2年我们计划推广3万到5万亩。不过这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好，把冬型田变成效益田，变成脱贫田。我们的目标是一亩地一个冬天农民收入1万块钱，脱贫1个贫困人口。谢谢三位代表。